Hello。好了。超漂亮的啦。超漂亮的啦。8:08。Hello。好棒。Hello。9:36。我好棒哦。我觉得没什么感觉。来，大家看这里。Hello。可以了。我们终于到这个哪里了？友谊连山。在路口。我们花了6分钟走过来，耶！小朋友，你要说你再一次，要重生。就好像一个大人带你们三个人。我要解释一下这个三线呢、啊。因为我没有绿色笔，所以我用紫色画。啊，没有人规定，对不对？没差。我路线也可以不用红色哦，对不对？我们现在在这里，睫毛师叉。然后等一下去取水，然后大修之后，我们今天住高尔夫。太大了。水超干净的，啊，没有，好像还会再经过一次吧。就在那边吧，这么大条跑不掉的啦。果然还没喝完水就到可以装水的地方，我刚刚要多喝几口的。觉得背包超重的，我手机掉下去了，丢过来，谁想啊？
小时候的游戏不是都有那个？哪个？过桥。过这个吗？不是啊，那种什么小朋友过桥那种。啊，我们是小朋友。我们是啊。哎、欸，走了没啦？该不会他可以站着？哎呦！登山姿势，好蠢，满了吧？哎呀，手操冰的，还好啊，这边的水我觉得还蛮干净。现在12点，这也太多帐篷了吧？要看一下航机。风景哦，对啊，风景，哎，好，休息休息。带球，哈哈，真的，排球场，营地，耶！他排球了，他排球了，我们来打球，哈哈，拿排球拿这样子、啊，好强！对，这也是足球啊。
这里看起来超像高尔夫的。我们到了这边喽。耶，我要休息。我都是排球。我要休息。要晒太阳，晒太阳。好，晒太阳。才不会冷。哎，踢足球。发球。哎、欸，他，你很专业，你其实会的。阿明湖到了。一个大人带你们三个人。南开，三，音乐了，给我点音乐。对，他动得很快，我也觉得这样超酷，超亮。然后第二天就直接猎聊，猎聊，这是第一天，第一天猎聊。我们现在要煮晚餐，晚餐是芥蓝糙米饭，还有蔬菜饭。还有结瓜，好香哦！你刚刚一整个超大力，没有出去哦。对啊，没有，小心哦。够喝了，那三个圈。为什么？懂为什么？啊，半夜下联盟。好。猜不到。好像口香糖的味道。8:48，准备要睡觉，然后我们现在在拉筋。我明天4点要起床，现在外面有很多星星。